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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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紧张不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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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但系咧个结咗婚，但系就冇同房喎。等佢生咗仔之后，就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就当嗰啲日子，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发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相测。喂，玛利亚，我哋要翻去法利恒报名喎。就是这样，他们唯有在马槽生产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。走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人的人就甚惧怕。哇，鬼呀！啊，点解次次我出现你哋都叫我鬼嘅？你，我跪低。你唔使惊，我系嚟讲俾你听一个好重大嘅信息嘅，因为好开心啊嘛，因为喺。是關乎萬民的，因為今天在大衛的城裡已經生了救主了，就是主基督。那呢你會見到一個嬰孩，他用布包住的，跟住呢他會在馬槽睡在這裡，跟住這個就是記號了，那你們快點見他吧，要飛去喎。你當你們啊說飛就飛，那不飛就跑咯，跑啊跑啊。就當這個時候，希律王就知道耶稣会在伯利恒，就在那里讲了。摩羯那個生下來做猶太人的王在哪裡呢？我們跟東方看見他一聲，特登來拜訪他。希律王聽見了就心裡很不安了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。然後呢他就召柴人馬，就跟他們說，摩羯說那個猶太人之王即是基督現在在哪裡？在猶太的伯利恒。咁咧，希律咧就暗暗地召啲博士來，就問佢哋嗰粒星係幾時出現嘅，就叫佢哋去嗰伯利恒度，説：你哋同我去揾個僆仔出嚟，揾到嘅話就飛急傳書話俾我知，我都想報告拜訪下佢。係嘅。然後王就暗暗地講一句話：哈哈，等我揾到你，我仲揾個毒蘋果毒死你哋。這個王也很毒啊。那呢博士就聽見王的話就去了，在東方所看見的那星忽然在他面前飛過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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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以香抹藥為禮物給他們。就當這個時候天使出現了。哎，你們走的時候記得兜路走，千萬不要回去見那個希律王啊。哇，鬼啊！誰是鬼啊？我是天使啊。就是這樣，博士走了之後，有主的使者又在藥室的夢中顯現。
快啲帶埋你個河仔走啦！我咪扮曬啲大耳窿同埋，點解仲要走佬嘅？你估而家係大耳窿追債人，快啲走啦！帶埋你老婆去埃及住埋喺度，我唔好叫你翻嚟，冇翻嚟啦，因為而家係耶穌會殺耶穌啊！快啲走啦！喂，瑪利亞，我哋快啲走啦！耶穌會殺耶穌。就係咁樣。直到幾年過後，耶穌重回耶路撒冷請救他的子民。每年的12月25日就是我們偉大的主耶穌基督的生日，而不是其他什麼聖誕老人和聖誕燈飾。我要記住聖誕節的節國是耶穌說，準備1、2、3，好西半壇救主下降，大地接納君Thank you.